예. 와우, 주말라. 바이바이. Marvel，给我躲在这干嘛？这个都会站牌，你躲在这干嘛？谁看得到？然后停了一堆检测，久，我等你等这么久，还找不到你，你很大牌，你不停试试看。我有舒服一点了吗？烫超烫啊！然后它附近有一些总店家，里面都是卖海鲜，但我就是一个不吃海鲜的人。房间超酷的，它真的是一人一间呢，超酷的啦！大家都开车，只有我们是笨蛋吧？千辛万苦，终于到我们要的地方了。这边真的超高级的耶，好厉害！说，我在跟同性来这么地方，我真的自杀。刚点了一个奶油起司卷，你点这什么？觉得蛋糕很好吃哎。我们刚刚点的东西才能进来。看我表情吗？没有看到袋子。反正这间咖啡厅呢，它是要先买东西，然后才能进来这里拍照，然后有毯子。去的那间咖啡店，那男生真的很高，口罩脱下来真的也长得很好看。就他们是三个人男生一起，然后他们有帮我们拍照，噔噔，然后我也有帮他们拍照，但是我没有他们的照片。反正真的很好看啊，我觉得。而且就我们跟他们那三个男生是一起把餐点放回去的，然后因为那时候要过那个自动门，然后是我就不过帮他按那个门，所以他有经过我旁边，真的很高，我觉得应该有184左右，183、184。大家有没有什么搭讪男生的技巧可以告诉我吗？我需要。哎，我真的没有勇气。哦，好想跟他要 IG 哦，但我真的没有勇气。不知道啦，好烦哦！快点，大家告诉我，拜托你们。